当年伤我的，就是你。你们几个人，几次三番坏我的好事，今天就把小命儿留在这儿吧。 这套枪法，前几次我倒是眼拙了，原来你是百草谷的人。你怎么知道？前阵子刚抓了个百草谷的天罡，使的就是这套枪法。是你抓了我师父，你们把我师父怎么样了？你师父没有死，不过落入我刘月城手中，只会生不如死。这些房子是掩甲呀。 你是偃师，在下略通一点偃术。这么巧，我也是偃师。要是有空，我们俩可以多交流。你要是在偃术上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你可以问我。就你那点偃术，还要教别人？你懂什么呀？偃师呢，就是要一起切磋交流，我们才能共同进步，对吧？公子所言甚是。这些房子都是你一个人造的吗？ 并非如此，在下驱使了一些岩甲帮忙而已。帮忙建造房子的岩甲，在哪儿啊？这世界很酷。